喂，你吃饭没有？哦，我还没有，我还在包货。搞快点哦！嗯，好，要得要得，我包完了我就出发。就跟你聊聊那些招灾难呗。嗯，好，要得要得，拜拜。好，好，拜拜拜拜。拜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橘子，这会儿正在打包啊，一会儿呢要跟我们丽姐约的出去摘蓝莓，我们都有好久没去了，她其实也约了我好几次了，但是之前嘛一直没有时间，她今天应该是昨天啊，她有约了我，我就说今天下午嘛约着去，因为都约了好几次了，再不去嘛都不好意思了。这会儿把包打完就去给文雪他们，费火啊、费盒，就又是一群女孩子聚会，在玩的前提下，我们还是要把工作先做好啊，先把包打。现在包已经打好了，这会儿过去跟他们费盒，顺便给林姐再带几盒胶原蛋白肽过去啊。林姐是我们胶原蛋白肽的忠实粉丝了，现在已经。在吗？招牌真了，你觉得给我打电话了，打了两口电话了。就在等你们。等你们，我又没搞啥。你看看时间，你已经超过3分钟了。那林姐，你交一下费。谢谢。你们今天一个个的是要干啥？我们切蓝莓。切蓝莓。这50块钱斤的蓝莓。这些给娃娃吃哇塞，他们。是啊，你换套衣服吧，我们都是深色系。你不，你这套不丑，但是我们今天确实那种深色系的，看我小黑，还有这边来，我给你推荐个衣服，这就是出门还要形象一些要注意。我刚刚还在说女娃儿在一起比男娃儿在一起的时候更暧昧一些，你试一下这个裙子，不要有女的味就好了。为了你，为了更搭我们，就是这种色调更搭。那我也去勉为其难的去试一下。颜色是对的。这一套就很好看。那么又瘦点了吗？又瘦点了吗？我感觉腰杆那么小嘞。它个子高。个子高。其实你穿着都很好看呀。而且那个鞋子大气哦。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就穿那个嘛。请看这边，让网友给你看一下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？好看多了，好看多了是吧？好看多了，这个是比较高，高矮都可以，你腰杆瘦的嘛，这么露一点都没关系。我们现在出发了，你粉身体放了一套衣服。来晋源去摘蓝莓去了啊，他是要先付钱，然后是69.9块，随便吃，然后可以带走一斤。我还从来没来过那个地方呢。哎呀，兴奋，感觉都哇，好多呀！我还是第一次见啊，蓝莓长成这样子的。这个随便吃，赶紧猛吃。先吃，然后再装。太漂亮了。好吃。美女们，第一件事就是先拍照，然后再吃。好吗？这个摘回去就给多多和甜甜他们吃啊，他们比较喜欢吃这个蓝莓，像平时在超市里面卖，没有那么新鲜。好爽呀，好想带他们来体验一下那个感觉。看一下。哇，我们一人摘了一盒，现在就回去啦。
今天那个蓝莓采摘项目还是比较获益不错，牙齿都吃酸了，主要是我们每个人都吃到大饱嗝了，都吃饱了。嗯，这个看到好安逸哦，比超市里的看到要大些，要新鲜些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呢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朋友们，我们要打道飞虎啦。